用心演绎经文内容。环保志工陈瑟今年78岁，做环保将近20年，腰椎不好，但越做身体越健康。他也是港区令草团队的一员。一群啊，敢那一家人的安尼，加个脚啊吼，只加者，这边加者就一嘴，啊加者无溜，啊摕起看，足欢喜。志工陈彩荣去年历经3次车祸，做环保跟编织蔺草帮他度过身心低潮。在做这个手艺当中，也会体会很多。做这个蔺草环保都是我的最爱，还有教大家把这个蔺草的人文传下去。岁末祝福，台中港区志工和和互协演绎精藏，无比庄严。人人秉持一念心，至诚发愿。我们一定会文化清净净，分秒不空过啦，尽咱的本分，做咱会当做的代志，不要空过时日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。上人祈勉大家一步一脚印，步步踏实，造福人间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